就是口罩的底，咱即马所有公务单位拢在困啊。警方到公园稽查，发现这位先生躺在公园睡觉，违规没有戴口罩，遭警方开单。而这类似的情形几乎天天上演。讲讲未听啊，警察来，就叫他，警察走，附近民众一脸无奈，直说只要警方来，这一些在公园的长辈就会乖乖戴口罩，警方一走口罩就拉下来，讲也讲不听，让当地里长 Keep Pop 干脆把整个公园拉上封锁线。劝导了很多次但都没有用，然后到最后我就选择把这个公园暂时先封闭起来。气里长封公园，不少民众大喊赞，但卫生局强调只有禁止公园群聚，没有封闭公园，让里长无奈只能撤下封锁线。但在屏东，这位女子明明校园贴出公告，防疫期间禁止外人入校，但她大喇喇牵着狗狗到校园内运动散步，觉得不是很好，因为毕竟都有公告，这样会造成破口。校方人员不堪其扰，民众无视禁令，决定公开监视器举发，就怕遛狗民众成了防疫破口，威胁校园的防疫安全。另外还有两名测量人员强行进入学校工作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恐怕将会吃上最高30万元罚锾。记者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